只有家道贫寒，父母双双去世，与人母女为生，只因族人刻薄，不堪虐待，使我含愤而归家，半耕半读，波澜经世。今可得正头名状元，仍回故里祭拜祖灵，今日到苍夷晚婚，唉，万般皆随人心愿，唯有此事不曾心哦。
另为方给一惊，拉杀一天，我另有公干。明日午时到苍衣早有王府上前去接我。是。开到。开到。两个金元宝，打发着恁姊妹两个，一个人一个，你看看行吧？哎，哎，爹，我啊就不要了吧？那为啥？你看俺毛哥家里那么穷，快都给俺姐姐吧，让她好高兴高兴啊！嗯，好，好爹，啊，你放起来吧。哎，放起来，放起来！哎呦，哎呀，爹，爹，哦，我是来了。哦，哎呦，来了。哎呦，梅呀，就快到那后门去看看，那个水烧开了没呢？把那个泡茶呀，泡茶。哎。啊，梅呀，哎呦，先别泡茶去了。还是先到戏院了，恁孙大娘。
事。哎，是啊，是李家往东庄发家住的。哎呦，梅呀，反正我看着也快来了，你还是快帮着那姐姐梳妆吧。啊，我呀，我才不管嘞。哼，这又为啥？爹，你呀，人家会把心事。
啊，咱也难说。那么你说我不是也管你了吗？为什么这一样的闺女你和她那就是不一样？爹，她不是要买个丫鬟吗？你得给她买一个吧。我都成了她的丫鬟了。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孩子，你看看在咱家里想那奢华丫鬟的人家。哎，今天是恁姐姐大喜的日子啊，你千万别惹火她，你快抱着她去梳妆，你别把她顶嘴呀， 好好的劝劝她，快抱着她去梳妆啊。恁说的都是理。快去快去。嘿，俺这嫩嫩儿那才是个好孩子嘞。是岳父门首，待我叫门。岳父在家吗？啊，谁呀？岳父开门来。哎呦，他姐夫来了。姐夫啊，哎呦，他姐夫，哎，他姐夫你可来了啊！快快请进，快快请进。八成什么考上？这个年轻人脸皮子薄，我也别问了啊。岳父在上，送小婿一拜。嗯，这是我养闺女赚的，我就收你这一拜。岳父，小婿来迟，望岳父恕罪。哎呀，他姐夫，我是真有点发急了，我那个怕你，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啊，他姐夫。那么那还有别的课吗？惭愧呀、啊、惭愧。好啊，他姐夫，那咱就来失落的，咱到后边喝茶。岳父，小婿是落榜而归，
可我哪里我其他这婚姻之事么？哎呦，他小子，你快看看，我都给你打算好了，他家父。咋乖不乖的啊，那是他喊你算着闹着玩的啊。当初那咱两家是爱好结亲，现如今又是两相情缘。他姐夫，走走走，咱到后边吃茶。
个银了，这客人来了，你也不怕人家笑话？你的招头好吗？我叫西院的那孙大娘拿去，给你顶孙子去了。一会儿啊，就叫苏妹给你拿来。啊？哎。哎呦，秀老。他姐夫，他姐姐正在杀猪呢。你可千万别出这事儿啊！坏了，什么坏了？啊，这哪里坏了？哎呀，爹，我是说俺姐夫没考上，怎么俺姐姐她？哦，你这个傻丫头，你家那姐姐早就愿意了，正在梳妆呢。Yeah.
是莫哥，两个爷有没有？莫哥，你好啊！啊，好啊，二妹可好？我好啊！莫哥，你怎么才来呀？都把俺爹冻坏了。二妹，小生功名不丢，落榜而回，叩那令解套。哎，那怕啥的？今课不中，还有下课嘞。再说。谁还能辞官参官吗？那是当初啊，又不是为官结的亲啊。莫哥你坐着，哎，爹走，你出来我跟你商量个事。你看看那，哎，有什么话就得再说吧。那莫哥他又不是外人啊，说。哎呀，爹爹他姐夫，你坐着，你坐着啊，我去取酒来啊。岳父请便啊，你坐着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说都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拉拉扯扯的，你就不笑话？哎呀，爹，你快看看吧。这是有怎么了？你呀，上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哎。姐姐，咱爹来了。哈哈，啊，怎么的，大妮儿，都收拾好了？是大妮儿，再得喝完了酒，那吃饱了饭，再才能上觉嘞。啊？怎么的？嫌爹买的这嫁妆不好？那今天是来不及了，那么以后再得不上不行。这大妮儿，你和那女婿那又不是不认的，那过的门去啊，咱三天就回门，你哭啥？Yeah.
好好的，这怎么一上家就变了卦了？我说你这个丫头啊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啊？这要是叫楼下了，那猫王听着，这算个啥事儿呀？一阵悲声儿变卦，闻见手发魂似霜，要说松花心。我说孩子，你说咱是那什么样的人家啊？咱的日子有今天，还不都多亏了毛家给爹治好了病？咱不能那么办啊！恁娘死的又早，我是又当爹是又当娘啊，把恁姊妹两个好不容易的拉不大了。如今毛家那孩子在下边等着，你就别叫那爹我烦难了啊！你也得给爹想想啊！我说梅雅，恁姐姐不是那不听话的人啊！你快帮着她梳妆，这楼下还有客人。我还得去招待客人呀！啊，你快帮着他梳妆。哎，我说这个人呀，宁愿给人家当儿女，不愿意给人家当爹娘啊！嗨，别挂的蚂蚁在。